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右边呢有四叶，这个四叶呢是清风的叶子，清风的叶子哈。然后左边的两个叶子呢是风香，风香。然后呢还有最主要的这边的地质叶岩，叶岩的构造。蝶香，迷迭香。前面看的这是风香，一叶有五瓣，风香。